听说陪我练拳击的还是一个美女，是一个女孩，所以我觉得明天应该会好很多。峰哥，我是叫胡杨，我是你的接下来的拳击的教练。你一看就是这个貌美如花啊，一看就很温柔，对我接下来的训练很有帮助嘛，对不对？收紧了啊。肚子收，不稳啊，保持住，手往前一点点，变形了啊，护住。好，现在开始数200个啊，200，4、5，不要停。好，210个啊，好，220啊，230了。